难道我给你的印象就这么糟糕？在你的心里，我就这么低贱吗？不是，我其实是怕我会控制不了自己，怕我会再干出什么傻事来。 咱们别这样，你听我说。你要是这样，那咱们真的永远不要再见面了。 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一小女孩，就这么高？好像去那边了。哎，你看那个是不是？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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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失态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我不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你的事业和家庭的。会吗？你能吗？怎么不能？就像你说的，那只不过是一次偶然，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一场游戏，一切都不会因此而改变的。真的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你最好相信我，你也只能相信我。这个小律师，外州人该等急了。丫头怎么了？哭什么呀？爸爸。哎哎哎，宝贝儿，爸爸在，别哭了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我正点着菜呢，他上厨去找你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来，爸爸看看啊。哪儿疼吗？哎，宝贝儿，勇敢一点啊，你又没受伤。哭什么呀？就是，别撒娇了，快走吧。好了，咱们吃饭去吧。啊，肖律师。来。哎呦，这是你女儿啊？啊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她叫肖雅。啊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爱人，这位就是简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夏太太，你女儿真可爱。萧雅，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？跟阿姨问好。没关系，小孩子嘛。哦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萧雅，胃里不舒服是不是？爸爸，我难受。哦。这得去医院吧。哟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哎，老白，小雅不舒服，我们得去趟医院。走吧，来，走走走。对不起啊，老白。哎，走吧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老白，那个菜我都点了。没关系，都由我们来去吧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没关系。
钥匙，钥匙，三三，来，你照顾他，我开车啊。哎，哪家医院最近啊？应该是二医院吧。行，就去那。来，小心啊，快上。爸爸，嗯，能不能不去医院了呀？我好了。啊？什么？你好了？嗯，真的，我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了。那你刚才怎么了？刚才我真的特别的难受，爸爸一抱我就没事了，真的不骗你们。宝贝儿，真的没事了？嗯，真没事啊。哎呦，你真是吓死我们了你。现在怎么办？咱接着回去吃吧。嗯，不，我不想吃龙虾，我想吃麦当劳。不行，少吃那种垃圾食品。哎，偶尔吃一次也没关系嘛。啊，那咱们就去吃麦当劳。你就惯他吧你。哎，嗯，那请客吃饭的事怎么办？没事，有老白在，我在不在都无所谓。走吧。哦，爸爸真伟大。耶，走吧。你姐夫真这么说的，说那女的克夫不适合你。什么客服？这都是迷信，我从来不信这些，真是无稽之谈。条件那么好，干嘛非得找他呀？这镜子都破了，碎片又能找出什么？难道这破镜就不能重圆吗？你换一面镜子好不好啊？姐，你能不能不管我的事儿啊？你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不管你管谁呀？你啊，管好我姐就行了，啊！吃好了，走了。大伟，大伟。哎。柳燕阿姨。啊？啊？是柳燕阿姨吗？是啊。怎么那么巧啊？哎，宝贝儿，还想吃什么？不要了，谢谢爸爸，谢谢妈妈。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一天，是吗？说你那车上没人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今儿你们请那客人就是那女的吧？是叶涵的上司，说是叫什么坚。对，他们公司想聘我当常年法律顾问。真的？太好了。你认为好啊？当然好了，你又不是没这能力。再说了，对叶涵也有好处啊。嗯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接受？当然应该接受了，那有什么可犹豫的呀？可是我不太善于跟女人共事。行了，你是共事，又不是共枕，瞧把你紧张。你谈的时间也不短了啊。嗯，来，我跟你说说。听妈妈说你到停车场找过我是吧？没有啊，我还没跑到呢就摔跤了啊。哎爸，嗯，那女的是谁呀？哪个女的？就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啊。她是你小姨公司的总监，我的一客户。她叫什么呀？他叫丛芳菲，英文名字是叫坚。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不喜欢他这个姐。
小雅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他是我的客户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他，我讨厌他，我见他就恶心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他。宝贝儿，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？爸爸，你还爱我和妈妈吗？你为什么问这个？爸爸，我觉得你是爱我们的，因为你抱着我往停车场跑的时候，我听见你的心在砰砰的跳，我就知道你在关心我。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爸爸，我爱你。宝贝儿，我跟你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和妈妈永远是我最爱的人，这是不会改变的，懂吗？爸爸，我懂了。哎，你俩光跟那儿说话呀？我请问这段练习曲得弹到什么时候啊？马上马上。我刚才给叶涵打电话了，他知道这事儿啊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你要给他们当顾问的事儿啊。他说简这个人呐，虽然傲气一点，但是还是挺通情达理的，不难相处。你呀，大可不必担心。是吗？哎，哎，跟我谈的呀。哎，哪位啊？你好。啊，没事儿了。他现在全都好了。啊。妈，是谁给爸爸打的电话呀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爸跟人打一电话你也管？哎，你说你这样怎么能把琴练好呢？这学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专心致志。就你这样怎么能干成大事儿呢？哎，怎么了？他，你说你打一电话他也管，外面的诱惑一点都抗拒不了。哎，你有点定力好不好？学学你爸爸。你看你爸爸每天在外头接触那么多人，处理那么多事儿，人都夸他有定力，你好好学学吧。啊，哎，行了，别老说他了。哎，下回注意啊。哎，你老伯给我来个电话，他说跟姐已经谈好了。真的啊？哎，那肖顾问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啊？等他先把合同传过来，看了再说吧，啊。做功课呢啊！哎呦妈，你不知道，这样啊，可要注意力集中。胡说！真的，我们班同学都这样。哎，你不信也试试，效果挺好的。行，我才不试呢。哎哎哎，妈，你别走啊，跟你谈点事儿。你跟我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等会儿啊。干嘛呀你？快坐，给。妈，你有没有想过爸爸的香水味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就这事儿啊？哎，你爸成天在外头工作，接触那么多人，那总有的人是爱擦香水的，那染上点什么味儿那不正常啊？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我说你今天挺奇怪的啊，你怎么会关心起你爸身上的味儿来？我知道我在瞎想，可是我们班同学的爸爸好几个都出事了，
你像那于小丽她爸包二奶，结果被他妈发现了，天天吵架，弄得小丽都没办法学习了。还有那江玲玲她爸，跟外面的女人又生了个小孩，还要跟他妈离婚呢。行了行了，哎，你说的这些事儿，你觉得会发生在你爸身上吗？我不相信。可是，既然你不相信呢，就别瞎想。人跟人不一样，哎，你爸是什么样的人，妈妈了解。你爸爸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，而且很有定力，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我爸不是那种人，可是我真的特别害怕。于小丽她爸爸过去多好啊，我到他家做作业，他还给我们削水果吃呢，特别和气。谁知道他会变成那样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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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除了爸爸身上的香水味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发现。那你就别瞎想，老考虑这些事儿，你怎么能读得进去书呢？啊，你赶紧给我做作业吧啊！行了，妈妈，我再也不瞎想了，成了吧？行，做作业。最近挺让我担心的，他好像脑子挺乱的哎。啊？你说好不好笑？他在担心你。我？啊？他担心我什么呀？这不是闻到你身上有香水味吗？他就开始啊胡思乱想的。这孩子，怎么关心起这些来了？哎呀，这也难怪啊，他们同学当中啊有好几个家庭都出现了变故。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，徐老师也说了，这有些家长的问题啊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健康跟教育，所以他想跟你咨询啊，也是想从法律上看能不能帮助这些孩子。哎，那你说我要不要找他谈谈？我看算了吧，他现在呀，哎，就像你给我下载那资料上说的，处于青春期，对外界事物呢比较敏感，情感上也比较脆弱，容易幻想，容易受到伤害。所以我想，咱们要是不让他受到刺激，这样慢慢的，也许就会好的。那行吧。哎呀，那行吧，那你慢慢看。哎。不是啊，晚安。晚安。擦香水了？一点儿。哎，不是很香吧？挺好的。哎，什么香水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上次毕总去法国的时候给我带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。哎，好不好闻？好闻。哎，你告诉我什么牌子，以后啊我来给你们。不用，一瓶香水且用呢。哎，我得买一瓶，以后你换着用啊。哎，美女，哟，柳先生。哎，健仔，你来的不巧，他在开会，看来这次又见不了了。哎，你说大家朋友一场，连见个面都这么难，你们也太不够朋友了吧？啊？哎，
她以前真的是你女朋友啊？当然了。嗨，不过也怪我，那时候啊伤她伤得太深了。可是那时候初恋，我也不懂什么叫爱情。哎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嗯。志远，现在还是一个人吗？有男朋友吗？有，对不起，我对别人的私生活不感兴趣，所以无可奉告。你看，美女，我也就是打听一下。再说了，你如果要是告诉我，我也会感谢你的。你是想让他炒我鱿鱼啊？不可能，要是因为这件事情你被他炒了鱿鱼，我负责。那就按照我们说的这么办吧，好吗？艾伦，哎，把拟好的两份合同给二位。好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再见，不送了啊。再见，这边请。喂，见。戴维，你是不是被老板开除了？怎么整天游手好闲、东游西逛的？哦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的老板远在英国，这时间啊，他正在家睡大觉呢。等到半夜啊，什么传真啊、电话就都来了，那时候我才开始忙呢。你真幸福啊，东游西逛都能挣到钱。哎呀，我们就没有你这么命好了。哎，姐，我想占用你几分钟时间，和你说几句话，就几句。进来吧。请坐。我当然是疯了，我是让你给逼疯了。姐，我离了婚，扔了工作，从美国回来找你，可是你天天躲着我，天天的不见我。我约你吃饭你没时间，约你打球你嫌累。你告诉我，你让我怎么做你才可以原谅我？你能不能起来说话？我，你不听完我说话，我绝不起来。好，那你愿意跪着你就跪着好了。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辜负了你。可是咱们都是人，是人，就免不了犯错误。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呢？圣经里边都说了，要学会原谅，不是七次，而是七十个七次。可是你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。戴维，你认为你这么做有用吗？你完全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我不怕浪费时间，我就是用尽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我也要证明我是真心爱你的。姐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不可能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我有男朋友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告诉你，戴维，你别太自信了。这个世界上比你优秀的男人有的是，请你走吧。好，你现在打电话把他叫来，他如果比我优秀，能让你一生幸福，我现在马上就走，绝不缠着你。
只要你一天名花无主，我就不会放弃对你的追求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这么多的事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只有你对我来说是最关键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除了这些，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废柴。你这算什么？爱情表白吗？在大学的时候，好像你已经表白过了。你听我说，这都是我的真心话。姐，我用生命向你担保，我是真心爱你。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啊，对不起，肖律师跟白主任来了，要来见您。真的？哦，太好了。东西找到了吗？啊？啊，不找了。Helen， 送柳先生出去，请肖律师和白主任到会客室等我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好，柳先生请。二位能来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哎呀，冯总啊，对于贵公司有意聘请我们所肖冠鹏律师为常年法律顾问，我们所及肖律师本人都感到无比的荣幸。我们愿意接受贵公司的诚聘，并竭尽全力为贵公司效劳啊。肖律师本人意向如何？啊，这白主任已经表达了我的意愿。那太好了，希望我们开始一次真诚而又愉快的合作。但愿如此。啊，肯定如此啊，二位的合作定能成为一段佳话呀。啊，刚才你瞥我了一眼干嘛呀？你说的那叫什么呀？啊，什么叫佳话？我们是合作，又不是谈情说爱。哎呀，可能是我表达上不准确吧。哎，不过我觉得那个美女总监对我说的话并不反感。老白，这可是你非要我接的，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可不能不管啊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就是个法律顾问吗？只要你不跟他合作到床上去，那一切就 OK 啊。要是我跟他合作到床上去了呢？那，哈哈，那可真成了佳话了。哎呀，不过对你肖冠鹏，我是一百个放心呐。啊，要是没有那一夜，一切可能都很简单，可在有了那一夜之后，还会是那么简单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复印一份留在这儿，把原件送给人事部经理做备案。肖律师这么熟，以后和肖律师之间的联系可听得了。好的。哎，海伦，你觉得我做这个选择太对了？肖律师一定是非常正直，对我们
以后的发展会起到很好的作用。我也这么认为。你知道我做了多少说服工作才让董事长下这么大的决心吗？为了这个，我已经得罪了好几位副总了。我认为这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最后的结果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找他永远找不回来的东西。绝不会放弃。尤其是这第四条，大家都记清楚了吧？记清楚了。行了，我就说那么多了。老夏，有什么补充的吗？啊，没有，就这样吧。今天是农历七月七呀、啊。是咱中国的情人节，是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日子。大家，没情人的找情人，有情人的会情人，提前收工。哦，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去啊！而且呢，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。大家都给我悠点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今天晚上，今天不错，今天快点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晚上怎么安排？嗨，谁像你这么丰富多彩啊？咱只能老三样啊，玫瑰花、巧克力、烛光晚餐。可以呀、啊，这也够浪漫。没准备给姐送份红玫瑰什么的。找抽了。走了。叶双，在哪儿呢？几点钟能下班？啊，我现在就去接萧雅，把她送到你妈家去。哎，你下了班直接过来吧，啊，咱们一块出去吃饭，啊，在家吃？不，一定出去吃。我说你是不是忙昏头了？啊，忘记今儿是什么日子了？Helen，替我约一下肖律师，晚上我要请他吃个饭。哎，今天晚上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这，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。中国的情人节？对，七月七日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，现在已经有人建议定为中国的情人节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。
又不是什么法定的节假日。你告诉他，我有法律上的问题要咨询他，让他安排一下。再说了，他是咱们公司的法律顾问，他有这个义务。好的，我马上联系他，定下来通知我。哎，爸爸，你给我妈买花没有啊？买花干什么呀？今天是情人节呀，你都忘了？我们局老师都说了，让我们监督爸爸妈妈过好情人节，你得买啊。哎，你看，那就有一个花店，你快去买呀、啊，爸爸。宝贝儿，咱们家不讲究这个啊。你停车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快停车，爸爸。哎，宝贝儿，你回头瞧瞧。讨厌，你真坏，你真坏。啊，行行行，好，哎，行行，叶子，爸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知道，你要请妈妈去吃烛光晚餐，享受二人世界，对不对？去吧，我就在外婆家复习功课，等着你们来接我，成吗？哎呦，我这小丫头还真是善解人意。因为我是你女儿呀。二叶。哎，叶涵，今天晚上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能不能改天呢？今天晚上我要约你姐吃饭呢，这可是雷打不动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啊，你让他把要咨询的问题先 email 给我，我在网上答复他。哎呀，不明白的明天再面谈嘛。行了，就这样啊。爸，谁呀、啊？你小姨。我知道是我小姨，她说谁要见你。哎，这是小孩要管的事儿吗？我才不管呢，爸爸，你不去就是对的，这才是我的好爸爸呢。哟，那要是我去了，那就是一个坏爸爸。对。那我还幸亏没去了，要去了那还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坐好啊，走了。哎，美女，发什么傻呀、啊、你是不是考虑跟谁一块过节啊？要是没人选，哎，算我一个。别那么多话，我烦着呢。嗨，你烦什么呀？姐那么信任你。哎，听说要替你当总监助理了。哎，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哎，这是要的报表。Helen， 小鹿把报表送来了吗？啊，送过来了，需不需要我给您送过去？啊，不用，先放你那儿吧。肖女士联系上没有？那个，我正在联系呢。Jen， 万一肖律师实在是没空的话，要不要我把文件 email 给他？怎么了？让他出来一趟这么难吗？不是，我是这么想。你不用想了，抓紧办。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。姐，啊，你下班了吗？还在路上呢。我找你有点事儿，你能不能在我们公司楼下等我一会儿？我有点急事儿。他真会选日子，偏偏选今天跟人谈事儿。姐，他那个人一个人惯了，对家没有什么概念，而且他找我姐夫是真的要谈事儿，
我姐夫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要说不来那就真的不来了，我夹在中间最难办了。姐，对你们来说就是少吃一顿饭也没什么损失，可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，我听说他要给我升职呢。姐，你去帮帮我吧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干什么呢，出这么多汗呢。晚上再抱回来啊，我买肉馅特新鲜。哎，爸，你准备下来就行了，我跟医生出去吃。哎，抱回来又不费啥事儿。哎，在家吃。你呀就别啰嗦了，人家今天晚上啊去享受烛光晚餐。谁吃你的破馄饨？瞧，我把这茬忘了。哎，好，你们去浪漫啊，咱们呢就在家里破馄饨的干活。喂，妈妈，你在哪儿呀？在楼下。啊，好。楼下等你。行行行，我去。哎，妈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小雅，听外公外婆的话，哎呦，好好学习，不看电视，赶紧走吧，你就。赶快走吧。爸，我走了啊。哎。走，咱们包馄饨去。坐火车去吧。关鹏。那个。不好意思，我可能去不成了。刚才毕总来一电话，说样衣好像出了点什么问题，我得赶紧回工厂去一趟。不是，那吃饭怎么办啊？叶涵不是跟我说你们市场总监要请你吃饭吗？回掉了。哎，今儿是什么日子啊？我能撇下你去跟别人吃饭吗？这不太好吧？人家那是正事儿，你别因为这个影响工作，这样别人对你会有看法的。能有什么看法呀？这叶涵也试着跟你说这事儿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别怪叶涵啊，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去的，我是真的有事儿。哎呀，你就大度点儿，去请人吃个饭吧，啊？哎，你干脆啊，别让人请你了，你请人家，人家帮了你那么多忙，你也应该请人吃顿饭啊。我说老婆，今儿可是情人节，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在乎啊？我怎么不在乎了？他要是你的情人，我当然在乎了。你们不是集团工作吗？快去吧，啊！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，情人节快乐。哎。进烛光晚餐。是呀，肖律师把他所有的优惠都取消了，专门把时间留给了您。是吗？哎呀，哎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去换件衣服啊？我这头发是不是也乱了？这样怎么去见人家呀？不过姐，你这样挺好的，再说约好的时间也快到了。哎呀，这样不行不行，你还是送我先回公寓好吗？啊，走，我过来拿包。哦，对了，手机。走啊，海伦。姐，情人节快乐。David，我已经等了你好久了，我订好了座位。请你共进烛光晚餐，可以吗？对不起，戴维，已经有人约我了，巧得很，也是烛光晚餐。姐，我请你不要轻易的伤害一颗真诚的心，好吗？尤其
是在今天。你是不是不相信啊？不相信可以跟我一起去看看。对不起，我的车来了，我要迟到了，再见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哈，这个衣服最重要的就是这个，你肩的这个部分一定要肩。你好。你好。谢谢。哎，叶寒怎么没来？说 Helen 啊，我让他回家了。情人节的晚上，怎么好占用人家的时间呢？占用我的时间就好了。你也不一样啊。那怎么办？抓紧时间，定时定点。不聊。来两份。谢谢。
犹如执着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祸。我忽然有一种火焰灼手的感觉。小雅，你告诉我你害怕什么？我不能说的。你跟小姨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说出来，小姨可以帮你啊。难道你连小姨都信不过呀？我要是告诉你，你能保证不告诉我妈？能，我保证。不告诉外公外婆，不告诉所有的人。我一定不告诉他们。我会把你一个人的秘密变成咱们两个人的秘密，怎么样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挂钩，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小姨，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吃完了。可以谈正事吗？我还没吃好呢。我发现你吃东西太快了，这样不利于健康，而且还容易发胖。在美国的时候有一种说法，你要是想减肥的话，其实不用吃什么减肥药，只要是把吃饭的速度放慢一倍，然后把咀嚼的次数再加大一倍就可以了。没办法，这从小养成的习惯，所以说不好吗？这个道理我懂，可是很难改变。今天晚上你能取消别的约会，邀请我到这儿来吃饭，我有一种幸福到眩晕的感觉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所以我现在不想谈什么所谓的正事，我只想好好的享受有人疼、有人爱的感觉。这种感觉真的太美。娟，你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。我推掉别的约会来见你，主要是想跟你谈公事。你要是不想谈，我们真的没必要今天晚上一定要见面。那好，你走吧。Thank you.
同屋的东北老哥回来了呢。有事吗？啊，要不要去我那儿坐坐？我刚才自己花钱开了一个商务套房，就在后楼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可不想一个人过。好，等我一会儿啊。我知道我可以拒绝，可我无法拒绝。我知道我不该去，可我跟他去了。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在期待什么事情发生，在这样的夜晚去一个单身女人的房间，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。住了同家酒店，今天又偶然的赶上是你的生日，所以说这是上帝的安排，命中的缘分，你躲不开，我也逃不掉，你相信吗？反正我相信。为了今年 ，Cheers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你早点休息吧。有什么不行？我们都是成年人。
感觉不对。有什么不对？啊！我有老婆，有孩子。我不在乎，我要求不高，我就要求这一夜，你连这个都不能答应吗？今天是我生日啊！你忘了？姐，你听我说，你是喝多了，等你明天清醒过来，你会后悔的。你觉得我喝多了吗？好，我来告诉你，这边是门，这边是窗，那边是床，而你，你就是你。你还是不相信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跳舞，我让你看看，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醉了啊！就要降落到海城机场，请各位系好安全带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谢谢合作。哎，要到了吧？啊，飞机在下降，系好安全带。啊，下去以后我们一起走吧。不，各走各的。不想再见面了。不是，我最近挺忙的，你不要给我打电话。要见面的话，我会跟你联系的。好，我等你电话。想死我了，宝贝儿，想爸爸吗？想了。嗯，想。哎，丫头，生日过得快乐吗？不快乐，因为你不在家呀。嗯。爸，你身上什么味儿啊？哎，
不是你妈呢？妈妈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？我上机场接你去啊。哎呀，不用，这打的很方便的。妈妈，爸爸撒香水了。胡说，你爸从来都不擦香水。真的，不信你闻闻，你闻闻，爸爸身上特别香。又是在飞机上吧？把什么人的味儿窜到自个儿身上了？哎呀，没错。我旁边坐一老外，那香呢能熏人一跟斗。真的？那我闻闻。行行行，我这身上脏死了，我先洗个澡去。那赶紧洗去吧。啊，嗯嗯。爸爸，洗好快来啊！哎，行了你。喜欢把这换上啊！好嘞，哎，你去吧。干嘛呀？还怕我看啊？不是你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女儿昨天晚上来月经了，是初潮。是吗？哎，她吓坏了吧？吓哭了，我跟她说半天，好不容易才不哭的。这12岁是不是早了一点？不早了，现在的孩子。这个营养又好，发育的早，比他早的还有呢。哎呦，那可得小心啊！啊，别让他受到什么刺激。这个时候啊，这孩子特别容易出毛病，你说呢？嗯，我知道。哎，行，那你赶紧洗吧。哎，回来再说。哎，哎，够香的啊！快去吧啊！宝贝儿，让爸爸分享你的快乐。嗯，来亲口。嗯，哎，嗯，嗯，嗯，好吃，宝贝儿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妈妈说了，这几天不让我吃凉的。哦，你妈妈说的对。宝贝儿，害怕吗？嗯，我流了好多血，我还以为会死呢。宝贝儿，我恭喜你长大成人了，真的，爸爸真的为你高兴。长大成人，干嘛就一定得流血呀？嗯，这也算是成长。要付出的一种代价吧。那男生也流血吗？嗯，男生不流血。
为什么女生都得付出代价，男生就不用啊？这个让你妈慢慢跟你解释好吗？真不公平。哟，怎么不高兴了？就是不高兴，太不公平了。嗨，这丫头怎么了？我说你啊，该对她进行青春期性教育了，啊。谁的短信啊？机票信息。我去网上给你下载资料吧。啊，我闻闻，你身上味儿掉了。哎，不过那味儿还挺好闻的，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哈。这个我也不太懂。啊，其实啊，你平时也可以少擦点香水，这女人有时少抹点挺好的。啊，我去了。你到家了吧？愿一切顺利，别忘了联系我，Jen。我以为那一夜的放纵就是一次偶然。只要不再想他，就等于没发生过。可事实证明，我错了。喂，是我，Jen。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呢？我想见你。啊，我最近很忙。那我们在电话里说吧。别，我在开车呢。回头我打给你。啊。好。肖律师来过电话吗？没有，柳先生来过电话，问你中午什么安排。以后凡是戴维来电话，都告诉他我没空，记住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肖律师要来电话，给我接进来啊。好。我们总监好像在找你。哎，知道他找我干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还纳闷呢。你们的律师费都给你结清了，还找你有什么事儿啊？行，那我知道了。那你要不要跟他说话？不要。那好，那挂了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柳先生啊，朕在开会，他今天一天可能都很忙。啊，没关系。
安南，有人来电话吗？柳先生来过电话，我已经告诉他了你在开会。肖律师呢？没有。Jen，你找肖律师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别管了。分发公司的注册资料我们已经准备齐全了，您看一下。就这所有的程序都没什么问题吧？没什么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那就这么办。可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切记在围攻这项。喂，您好，英良律师事务所，您找肖律师啊？请问您是哪位啊？哦，请稍等，肖律师，您电话。谁找我？他说是您一位老客户。你们接着研究吧啊！可以可以。喂，我是肖光鹏，请问您是哪位啊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？你不是说要给我打电话吗？言而无信可不好啊，肖律师。喂，你在听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很忙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我会找你啊。你说吧。我想跟你见个面。今天不行，都安排满了。那明天吧。明天我一天都在出庭。那后天我一定要见你。可后天是周六啊，我总得陪家人吧。你是不是有意要躲着我，故意不见我？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要见面。我会给你续电话的。好，随你的便，你爱见不见，但是你别后悔。怎么愣了你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有好事来了你呢。什么好事？哎呀，今天早晨呢，坚给我来个短信，叫我把你的个人资料尽快给他 email 过去。你猜他是什么意思？我估计啊，他是想聘你为他们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。难怪他这么着急的要见我。怎么，他跟你联系过了？啊，你们约什么时候见面？我得去啊。哎呀，我跟他说过了，我没时间。你有毛病啊！我说你脑子进水了呀你！啊，你再没时间，这种事也应承下来啊？给这么大的公司做常年法律顾问，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你看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，你倒端起架子来了。赶紧，赶紧的，给他打个电话，啊，道个歉。来来，哎呀，行，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啊，爱聘不聘。哎，关鹏，哎，老肖，你看这个人这，哎。哎，哎，你好，请转一下，丛芳菲总监。啊，我是英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白云成。啊，一涵呐，哎哎，坚在不在？我要跟他说话。啊，嗨，坚，哎，你好，我是白云成，我给你的 email 收到了吗？啊，知道王姐怎么样？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妈妈妈妈，
吃饭。真的？嗯。怎么突然想起请他吃饭了？哎呀，这不是他过生日，我不在家吗？得补过啊。哎，就去咱们长训那家吧。行啊。哎，那我换衣服去啊。哎，谁呀、啊？哎，老白啊，快进来。没出息啊？啊，正要出门呢。刘燕呢？哎，找他弟弟去了。好。哎，小雅，琴练得怎么样了？还可以吧，白叔叔。哦，还可以，看这姑娘越长越漂亮了。哎，关鹏，哎，我找你说点事儿。啊，上书房吧。好啊，走。嗯。怎么了？白叔叔一来，肯定又有事儿了。爸爸肯定去不成了。不会的。哎，就算去不成，怎么了？回头再去呗。这不是一般的应酬，这关系到事情成与不成。为了你，也为了咱们所，你都不能不去啊。可是我已经答应孩子请他吃饭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分不清主次呢？这个时候，孩子跟剑哪个重要？当然孩子重要。他代表的是客户，是工作，并不代表他个人。我真搞不清楚了，你为什么这么怕见他？不就是吃个饭谈谈合作的事吗？我又没让你跟他去上床。你说什么呢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去了，你看着办吧。你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有毛病这是。哎，老白，来来来，喝杯茶吧。哎，叶双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评评理。你说我好容易约了你妹妹公司的总监一起吃个饭，我们要谈一下继续合作的事儿，可你这位先生呢，一口咬定非说跟孩子约好了就是不肯去。你说是我不通人情啊，还是他不明事理？哎，叶双，这没你的事儿，别掺和。我没想掺和你们的事儿。哎，你要不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到同一家餐厅去吃饭，你们吃你们的，我跟萧雅单独吃。你先陪客户，差不多了你再来陪我们，账你结，行不行？哎，这办法太好了，智慧呀，大智慧。哎，关鹏，怎么着？嗯，行吧。你看这样啊，你跟孩子坐我的车去，行，让关鹏去接一下客人，我们在饭店等你啊。那边你就不用管了，两边的单都归我买。别别别啊，我们家的账当然我来接。哎，你说人家这叶双跟孩子那么支持我们的工作，请他们吃顿饭那算什么呀？你要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就好。好好好，行行，你别说了，听你的。爸爸，我们还能去吗？当然去，宝贝儿。爸爸答应你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。对呀、啊。就是你得和妈妈单独待一会儿，等爸爸陪完客人再过来，成吗？行，一起去就行。咱们走吧。行，那我换衣服去了。哎，好嘞，走吧。你是不是认为这些都是我的阴谋啊？我是为了拴住你才说服董事会聘请你做法律顾问的。你太小瞧我了。你也太高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可能……我承认，听到董事们这个建议，我心里真的很高兴，因为我知道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你在一起工作，我可以经常看到你。看来这些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哎，小雅，想吃什么尽管点啊，千万别提白叔叔。
点什么？哦，你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